阿斌是出世都算岁吼，三岁。咱旧历的三月十一，三月十一，迄暝发生的啦，发生这小儿麻痹啦。闽龙乡拢总共迄期都二十二个啦，但啊，阮郭振斌也要行尔啦。迄阵才乖伫行吼，即摆因爸父甲教，你正要爬去到岩仔顶，你着一步一步，你着看行才好，着来应好。呼，啊伊脚呢拢无认输呢，伊算个是呼，足倔强诶，强拼啦。有啊，即摆爬去楼顶啊，砰一下，乖，拄啊一支海就到人摔个，两边人硬干了，闽南讲个真唔敢着，着心足疼啦，三下一停啦。我诶意思是讲。尽量这细汉呢，吼、哦，真健全。读高中啊，是初中无要紧，你即个读书要大学要坏读啊，爱都唔读，我都无法度。爱怎就烦？你讲他三生子，阿爸是要怎？到即卖来，阮两阿伯足满意啦，因阿爸讲，吼、哦，他家己老爸。郭振斌，台湾省嘉义县人，华南商业职业学校毕业，曾任工地监工。作业员，大林农会技工，32岁研习陶艺创作，第二年创立郭佑卫门窑，83年获选杰出残障人士金艺奖。我这脚是吼，较早三岁时吼，是小儿麻痹，迄阵感冒流行的迄类啦，迄阵已经。严重到吼，迄两只脚拢袂行，啊摔去吼，头脑吼已经话那白痴去啊，已经头歪歪吼，啊目睭掉掉啊。啊，迄阵时吼，阮爸爸妈妈吼用冰夹吼捂头壳，啊捂甲即个脑骨正常去，但是脚就无法度啊。迄阵也袂行，迄阵拢是拖脚去爬尔嘛。啊尾啊有一站拄啊，阮爸爸有。听到人吼，别人吼有人煮一种蛇煮好个，啊，阮爸敢去买迄种蛇去予医生煮，啊，医生看讲这蛇都对小儿麻痹无帮助啊，这是补老人个筋骨个啊。啊，阮爸是讲这都有人煮好个，无你都罔甲煮。啊，结果煮了吼，我着人啊豆豆，甲即摆变会行咯。伊相当钱嘛，开足济。之前未找行，未拄着这项药个时吼。钱嘛，拢开得济去。啊，多那个变，所以伊个地间啊吼，做了多，另外人咧做高那个变。最先认识他是伊的那个，他农会无大，后来他种那个盆栽在卖，我也喜欢，我看他有青翠的东西，我就喜欢，就去买，大概买两三盆了，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，但是我们。接触的时间比较少了，后来路过这边又看到，怎么又有做那个陶瓷哎，我喜欢，我都来吹，结果一看就是阿斌呐。后来我很最高兴就看到人家在向他买东西，哎，这样他就有收入。基于爱朋友，哎，他也很尊重我，当然我非常尊重他。他又虽然是残障又没有自卑感，这个是很可贵的。一天因为阮算吼，算伊都伊本身嘛吼，哇本身都嘛细块，迄脚细块吼，无讲做健康吼。啊，算阮一个同事嘛是啦，爱着家己形容他们两个，让他乒乓啦。我只阮做惊讶嘛，我听无嘛。啊，阮两个同事甲弟弟笑，就是他们两个不同脚啦。郭先生哦，我大概是在8年前，在移出的那个陶艺研习。陶艺研习就是做这种东西的研习，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呢跟他认识，但是我跟他认识了，他还没在做陶艺，啊，他家里好像是开那个，卖那个牛肉面，那他本身呢是在大林镇农会里面呢当那个厨员，因为他本身有工作了，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学那个，因为他说他对这个有兴趣，他说他不会一定要学到会为止。他后来就开始那个买一台路，刚开始我说我所知道是买一台路，结
就来在那边开始学做茶。伊在研究做这個料吼，拄好头伊在做的时候，在做八卦炉。啊，八卦炉了吼，有一个英国一个人客来，看伊也无讲，也无嫌，也无侮辱，伊就讲，安尼只个包包问阮头，讲啊一个偌济，阮头讲啊一个300。哦，爱着300摕，也无甲你讲，安尼毋免搁做，啊也无讲你做较济咧，啊阮头啊就一届做拢甲做几个啊，做十看要几十个也是迄、那个，伊做甲迄个伊来就搁讲拢包的安尼，啊做一站了，阮头就搁来做地人，有加减啊做啊加减啊卖，啊着做了，我那有收入安尼，啊着一个刀着我那刀遮侪重安尼。那个时候刚好是在那个国民教育里面呢，正在提倡这个乡土教材。啊，这个陶艺方面是属于一种乡土教材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常举办。因为我也学过，对这个陶艺呢，原先我也是蛮有兴趣的啦。我就请那个郭老师说，看看能不能来我们学校帮忙。咱督察哦，咱先了解讲伊的方法变安怎。啊，即马方法你知影来讲吼，你也是爱练，吼、哦、你无练车几礼拜以上吼，你吼嘛是安怎袂水了？凡事是迄工艺类吼、哦，我拢都有注意的。尤其是我迄阵读册啦，看人做工艺，无论啥物画画也好啦，都凡是工艺类吼、哦，我对这方面拢都有兴趣。啊，我嘛免去学，都互我看，都我的啊，我都给我看到，我就把它学起来了。啊，阮爸伊都无注意，你若去画画吼，嘛会去互骂，嘛会去互骂。伊较早我捌画画时，伊认为讲，伊甲伊骂讲吼，即、這个对食饭无帮助啦，伊无可能反做即种工作。所以我迄阵头路带骨若带骨若位拢带袂好势吼，伊会去要带东西嘛是伊安排去去要带。我记得他可能对这个技艺方面的，说的好听一点是艺术方面的，他比较有细胞。因为我们的父母可能那时候观念不会想到说孩子不一定要念书，或许他有其他的好会才能让他走那条路。依我们现在会有这种想法，但是我们那时候父母没有那种观念，所以会一直逼他念书。其实我们的父母如果是现在的观念的话，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走艺术路线的人。我是呢，会使讲其实心我是如心可真啦。哦，一太，像你阿爸讲的，你若这个你若头有车，有在变大个，你有头了上天，这两个有在来当石头来做粗工来生活，但是你的脚呢就无法了啦。我是足要予这个读大学的啦，要讲因遮高中毕业还是初中毕业都好，这个脚无健全，这个读书要予。大学读美术的学生拢好，都以后大学毕业，哦，迄阵啊，咱讲实在，若大学毕业要引导了，就足快应尔，那就对。我的意思是要安尼啦。啊，我是尾啊改了做研究，才想讲哦，我这囡仔哦，读书唔爱做生意，要做公务员，所以对这囡仔拢对学业比较钱就对啦。啊，人阮这囝真苦处哩，也毋捌补习，也毋捌初中的，甲高中我甲讲。恁若大家考条你的啦，考无条就我的啊，就爱甲转过就对吼，啊就我的啊。啊若考条是恁的，恁就去读恁的册，我只么爱囡仔拼安尼。啊人大家拢无法失望，干了这个安尼吼。伊是希望咱安尼啦，但是吼，我会甲伊。我会甲许多人冲突，就是拢为了这個啦。伊真严啊！伊咧日本教育，伊吼，伊有当咧读册，伊坐伫遐去甲你看报纸，去甲监视你读册啊。这是阮爸伊个本身个历程有伊个一面啦。因为伊较早读册吼，就真贤读啊。伊较早日本时代读国校个时，就真贤读册啊。伊是因个经拢甲一个生意人吼，两个是成绩差不多啦。但是人个生意人，伊国校毕业有搁读起，伊读有起个人吼，单做真做了真好是做起个，
迄生意人，啊，但是阮爸无继续通的吼，伊都伊的一生都足艰苦过的。伊讲，阮阿公若互伊佫读，佫读初中的起哩吼，伊凊彩食一个头路，伊毋免伊的迄个遮艰苦啦。因为伊一生的历程是佫比我艰苦一个，拢食苦的。所以伊甘愿讲，伊的囝拢去食头路，好过就好。这是伊爱阮食头路的，伊的心内的感受。因为我爸爸是日本教育的嘛，当然他跟孩子，通常日本式教育大家都知道吧，有时候是沟通上比较困难了、啊，然后跟我爸爸也是起了一点争执啦、啊，可能他们有没有提到，去那个北投啊，北投是我们目前国内这个陶瓷方面啊，一直是比较都是在做外销的嘛，陶瓷、北瓷、北投，大概新北投那就是新北投。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大概念大一、大二的时候，他在那边待了一阵子，去那边从事那个上釉，哦，那些外销瓷器上釉，他们画画。我可能就是觉得他比较有艺术方面的天分哦，我就很喜欢他做这种工作，所以他去做那个时候，我是觉得很喜欢呐、啊。好、哦，我就很替他高兴，说他去做了那个工作，结果没多久又回来了。好、哦，当然他每次。做不好回来的时候心情也不好了啊！当然我爸又会骂他说：“叫你考试，你都唔啊，都爱变变迄有诶无？大概拢安尼，嗯，十做就不行哈，都是这样子骂他啦。他换一个工作完了以后，心情就不好。当然我们也不会去问说啊怎么样，反正感觉到老是在换工作啦，嘿呀袂哈，嘿呀袂哈。哦，或许探讨起来是因为他的脚的关系吧。”找真侪工课，我嘛捌建筑工地吼，哦，人黏泰路，我毋免学，刚好我看我嘛会晓甲因黏，洗脚啊我嘛会晓，钉板模我嘛会晓，贴砖啊我嘛是拢会晓，哦，迄间看就好，拢毋免学，我就会晓做。但是吼，甲咱在做诶时间，知影讲啊，咱若脚安尼做安尼无方便诶时，就会想讲要搁找看搁较迄个无，所以找到拢无啊。不得已，阮爸讲叫我入去大龙会的时，伊安排我入去大龙会，嘛是只有入去大龙会安尼。啊，有一间就是阮迄个客户吼，有一个客户伊就是逾期啦，逾期贷款吼，啊，伊要去家催收吼，啊，去家占吼，伊就去来拜访，啊，要拜托伊来落利息。啊，去见到吼，发现讲伊咧做迄个胶纸烧啦吼。啊，他本身伊若看到迄个技艺方面的工作吼，伊就做投入做兴趣啦。啊，什么买也是真正在学吼，啊，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。到去苏先生遐看到陶艺，我开始在做的时吼，我就甲阮太太讲啊，讲我已经选到我喜欢的这件工课就对啦。我搁互枵死吼，我都无爱要枵死，无爱迄个袂搁转，袂搁转道啊，就对啦。在做的时阵，有做一寡较小艺民艺哈，一寡古早的迄个地灯啦，啊有诶无诶，啊往来我则往行，啊往安尼看，我嘛毋知讲伊是要研究，啊是讲伊食头啊多好啊，啊伊则要做即、這个，做即个都无一定讲到饭通食啊，你讲。迄时毋是讲伊头路伊失掉，是阮大官做了经济歹，啊算阮大官迄阵啊有起厝的时候，就起一间要阮头家，啊迄间就用阮头家的名，啊算阮爸爸做了失败吼，就有借钱啊，阮头家借因啊。啊，算讲，阮厝阮头家的，我阮头家算伫农会员工，啊，伊缀因仔，啊，咱钱厝房互伊拍卖吼，拍卖不足，伊讲农会员工厝拍卖不足，袂使住农会，就该死头咯。啊，所以迄阵仔咱知影讲伊要死头咯，遐吼经济有影太歹啦，啊是讲脚安尼吼要找头路，佫无地找啊，啊有写一张批，算讲去甲迄个，去甲馆长
纠正就对了。甲讲哦，啊，我脚就安尼，啊，拢袂安尼，袂用做啊，啊，头路，我无底找头路，安尼就对了。啊，了，就算我啊，知影讲安无法度啊。有个人，人看报纸讲要搭配的吼，啊，阮头下才跟我讲，伊要去学，哦，我就甲印好，啊，毋则去学。还是偌可怜的，看伊讲，我咧做鱼也唔知偌好咧，安尼烧甲咧，后尾变热吼，比咱即摆安尼较热呢，流成规身躯汗。我知影吼，伊这边咧做这因爸，看袂看无啊？含入去伊的工厂啊，看都无爱啦。一个这狗囡仔变啥个，含甲看都无爱看。啊，是即几年啊，因佫了有味哦，啊，才有大大来咧关心安尼啦。啊，伊早是无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走就到处买一台露露。就来在那边开始学做茶壶，结果一做，我就给他问说：“你这个做这样那个家庭里面的生活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暂时比较先苦一点。”但是经过差不多半年以后，他做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的。当然，伊是真艰苦啊，也无食头路，也无迄个，啊，即嘛是。即食到老啊，再要搁打拼来饲家庭，一定是较艰苦啊。啊，但是阮都安尼，啊，算讲卖物件咧有底生活，我来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咱忍耐啦。啊，你我着伫做生意咧，啊，你吼，罔做啊，做到你啊，做到会用安尼饲完遐吼，我才卖做。他以前脾气是比较暴躁，就是有时候他工作上一个成品做好了，就完成这段的时候，那个窑一打一开，看了什么东西坏掉啊，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好像是简直是人家讲说世界末日那个样子的。在研究在烧呀，都好细好细，正经即马来做啦，做好烧要卖时。杂烧袂好势的时，伊就会发生地啊。算讲，伊是脚安尼尔啦，无伊是我那拢吼，一直不爱互笑安尼，一直拢家己拢，家己我那拢作病的就对啦。但是性地较歹啦，啊我那甲讲，无要紧啦，这可能吼、喔、要家己，要搁加家己磨一阵啊，你搁忍耐一阵啊，温下头的时吼、喔，拄发着就好了。伊对钱袂看太重就对，像咱有哪无钱啦，趁无钱啥吼，咱有哪去发牢骚，伊拢会顶多甲咱安慰。咱查甫人吼，拢有一个观念吼，一定爱趁上无家庭的迄个费用爱保持也好啊。但咱有当时也袂顺时的时候，伊顶多会甲咱安慰。因为他郭老师那时候做的是，他走的路线哦，好像接近那个黄谷。但是那个有一段期间哦，景气不好，景气不好就是那个我们刚好那个解严嘛，解严就跟大陆来往，啊大陆来往大陆那边的那个他们那边的陶艺哦，也可以说好像一股风气。那一段时间他最苦，他卖东西卖不出去。他、啊、后来因为他是做到那个黄谷的东西外销哦，他经济开始好转，就是在那个地方。即卖嘛是无啥行，啊，无伊行做，即卖是先渡过来行了做。啊，即纸纸是要烧啥？哎呀，迄个无效先烧掉。哦，安尼我身份纸渡过路再食来再烧啊。差不多，因太太伫卖牛肉面甲水饺，叫因太太卖卖。迄阵啊，我才感觉讲，哎呦，安尼因太太牛肉面甲水饺销路偌大呢，啊！你叫伊爱收起来，毋通做，爱家斗帮忙就对啦。我就是听阿公阿妈妈听啦，吼，无一定要读大学个啦。即句话我直直讲出来，我迄阵入毕业读大学也无一定对啦。就是因为迄阵该县政府请个教育局请伊去吼，甲即国中个工艺老师吼讲习就对。国中个老师拢。大学出来咧，我那边咧都无读大学的，我那都要教咧。
我才差不多妈妈在讲，啊，都无影都爱读大学啦，无影。教在伊袂毋啦，人讲你若有迄个心，啥物代志都做会成啦。好，等一下，来坐了吃。好，等下，咱先吃饱，你要啉啥物酒？要啉啥物？好，小英。中午。啊，你袂，你干咩滴？我啉茶。好，小英，你坐住啦。我袂坐。那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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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事啊，变啊是啊，路辛苦是，我自己吼，唔知我伊今仔日变做讲判定指导爸啦，足有价值就对啦。我娶到好某，娶到好媳妇。啊，变有啥物不如意吼？因这个某学历是低是低吼，真够甲安尼甲安慰啦，甲解说就对啦。所以变做娶这个某娶娶得真好。伊甲恁两个囝讲啊，讲你爱知影，恁母啊是学历较低。倒有可能叫我，我卡安尼倒有可能带恁老母介绍两个囝听。因为阮太太吼，伊算讲伊无，伊国小吼读无毕业啦，吼啊伊也讲会当嫁我安尼，嘛是差不多有四岁啦。伊这是伊个认为啦。我所以有哪叫因老母拢加消遣，讲你若无读册，我可能嘛带你带袂着，吼。迄阵都相片寄去，伊就问因哥哥，吼讲嫁予残障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因哥哥是甲讲吼，你都认为讲啊，甲伊做伙出去街仔路行，你也袂感觉讲安尼，吼、哦，怪怪啦，吼、哦，袂感觉歹势安尼，啊，都无要紧。所以阮两阿婆的迄个结婚的过程是哇单纯，无啥物。啊，但是我毋知影讲娶来娶到一个好太太安尼。我的人生都敢付钱迄类尔，无我都人生我都过着嘛，太好过，别人嘛太羡慕。但是吼，毋是讲咱生活认真要甲赚多嘛，赚袂来。有啦，即马赚过啊，就阁无去。哎，啊，他就说，人吼毋免好业，好过就好。我觉得不是说真正的乐观，是以前他碰到过太多的挫折，好跟失败，让他变成对所有的事情吼看淡了。看开了，甚至是看破了，那种心态引发出来的那种，应该不是乐观算达观吧？好，是那种心态比较正确。碰头赤足为钱忙，将把兴趣放一旁。明日若有好日过，再把艺术当本行。因为本来我的兴趣就是艺术。哦，我做这个陶艺也是要行艺术化的，啊，即卖去无闲吼，为着趁钱啊，安尼头壳头毛也无整理吼，啊头啊，哎，烫正脚安尼去做工课，做甲乌沙沙，拢是为着钱啦。哦，年纪若较好过的时吼，都无都尽量会行为艺术化这条路来。你其实也能。做到。在我们生活周遭，就有许多肢体残障的朋友。往往等到他们擦身而过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环境中充满了许多妨碍他们行动的障碍。除了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，占用了残障朋友专用的无障碍设施，成为他们行动的绊脚石之外，及时提供协助是我们马上可以做到的。要提醒您的是，只有热心并不一定就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，也许我们要先想想应该怎么做比较好。当我们在动手帮忙之前，最好先问问这些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帮他，因为每一位肢体残障朋友他们的状况各不相同，所以帮助他们的方式也会不一样。
青春美。